是家里种的第二批西瓜了，第一批西瓜已经吃了差不多了，这里的也成熟了，看今天摘了这么多，还有好多没摘，回去了。哎呀，有这个给你拿哦。好的，我拿这个。好。哎呀，一次还拿不过来。够了个中了没？这中了。哎呀，连着来个。哎呀，两个。好重啊，累，这么多，这一个裂了。这个不是很好，都已经裂了，但是还是不是很红。给鼻涕过了，这个雨下的太多了，可能也是。这个不要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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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没雪啊。你来分是吗？你拿下来。来，放好了。好好。
你又想吃啦？你又开始热闹了吗？又开始闹了，哎呀！你爷妈了，我就觉得应该吃了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！那你们两个都多吃一点啊，还有好多呢。好吃吗，妹妹？嗯，好吃。主要是你烧的啊，更好吃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够了，谢谢。那妈去给你炒炖了过来。哦，凉了热水。这西瓜冲冲数的，还没多少饭呢。